媳妇儿啊，俺丈母娘那样，咱今儿啊必须得买点好东西给她吃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我有你说啊。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呀。你看看，咱妈都来，你晚上你多陪陪她。我晚上没事儿，我想去洗个脚哎。你给我拿500块钱。咋啦？弄啥嘞？我就为一个爱好，你我半年都没洗上去。 你整你想洗脚哎啊！一天天的，俺家还那么多水，还不够你洗啊！还得掏500块钱跑出去洗啊！那不一样啊！你赶紧拿不拿了？不拿，没有我跟你说，姑爷叫我自己去买去。你不拿是不是啊？不拿，你中啊！你哪儿呀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打我了！哎呀！打我了！哎呀！ 你给妈给我暂停啊！你都是我外甥家呀，你还搁这整怪是不是？快点，我暂停。我就跟你说，你给不给钱？不给，这一招对我没用。你不给是吧？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兵马俑是不是啊？我的妈！妈呀！娘娘打我呀！娘娘打我呀！出来呀！ 赶紧出来！你让他打我妈！你咋的？你看你给这他还打我，你要不给这，你看我过去都啥日子？你看你把这死逼子，你整天你在干！哎，你看你给我解释！你给我解释！你别笑。 我都不信丈母娘治不了你了啊！叫你不给我钱，站住！你死！你死！哎呦，你死！你死吧！哎呦，你快跑吧！你别回来啊！你给你打死个死你死！哎呀！啊！你听我解释吧！你别被他忽悠的我妈啊！妈，别被他忽悠！你听我跟你说啊！疼死！妈，他给后头呀！ 打你，快给他一百块钱啊！那光打我吗？走走，咱回家去。走走，咱回家去。哎，妈呀，回呀！啊，你这心眼子真多。我跟你说呀，给不给钱？我真拿你没办法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服你。你还想打我？妈！哎呀，别笑话了。拿去。 几百啊？四百啊？500啊？你就少一分不中，赶紧！弄死你！我跟你说，一天天的，滚出去，快点，滚出去！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今天多陪咱妈啊！我不来，我跟你说。